就从这个中间裂开了，然后漏风。我现在才知道是这个原理。像我们小时候建房子，哪有舍得花钱买这个砖和沙呀？我们都是在自己的地里面选比较好的土抛出来，用木架子搭起来，一筐一筐的放里面，用那个木方框打紧出来的房子。然后小时候其实最喜欢的是建房子了，因为不管是谁家建房，全村的人都会去帮忙，然后都会拿出最好吃的东西出来，然后就不用吃土豆了。但是现在自己建房了之后才知道大人们的不容易。一转眼我自己也是个大人了。唉，我现在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因为我也没有建过房子，就天马行空的说建就建了。然后这个房子的高度你看看着是还可以，但是做我们彝族的那种屋檐的话，听师傅说还要弄下来一大截，那就很不合适。然后我想把这个房子装饰成那种木屋，但是我买的这个网片跟木屋好像整体又不太搭，然后我想把它弄成土的颜色好像也不太适合。你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，给我提提吧。